婷婷，你今日食咩啊？我食薯条啊，你呢？我今日食 pizza 啊。哎呀，咩事啊？我同屋企人讲唔好放青椒噶啦，有冇搞错啊？你使唔使换个啊？唔使啦，咁麻烦，我唔食啦。有青椒嘅我唔食噶。灵活变通系一件好事，试过用一种方法去完成某件事，唔代表嗰个系完成某件事嘅唯一方法。如果永远只是用一种方法去完成某件事，就会失去尝试新事物或者新方法的机会。婷婷，你今日食咩啊？我食薯条啊，你呢？我今日食 pizza 啊。哎呀，咩事啊？我同屋企人讲唔好放青椒噶啦。你使唔使换个啊？唔使啦，都唔紧要嘅。真系唔紧要？唔紧要，我慢慢拎佢出嚟唔得咯。朗希做得好好啊！佢尝试弹性处理事件，将青椒拎走，因为佢知道都冇乜咁大不了，佢仍然可以开心咁食 pizza。婷婷，我今日想玩大富翁啊！朗希，你想玩嗰个大富翁俾人借走咗啦？哦，都唔紧要嘅，我哋都可以玩其他。咁不如我哋试下玩呢个 Uno 啊，都好喎。朗希原本想玩大富翁，但系俾人借咗啊。不过唔紧要噶，佢可以玩住其他游戏先，下次再玩大富翁。朗希，你有冇兴趣一阵间放学嘅时候去商场度一齐去行下？我约咗几位朋友一齐啊，好似几有趣喎，我都想同你哋一齐去。但是我習慣了放學之後回到家看我最喜歡的電視節目。你可以之後在上網的時候重溫翻的嘛。我想可以的，那我跟你們一起出去吧。好啊。朗希不像平時那樣放學之後直接回家看電視，他決定跟朋友一起去玩，嘗試不同的事物是好事來的，那就是靈活變通啦。靈活變通是一件好事，试过用一种方法去完成某件事，不代表那个是完成某件事的唯一方法。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同一件事，都挺有趣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灵活变通。